看看，看着没？这事儿多积极，你看，咱老百姓邮递啊，那是反映一下那个情况的都不行啊。不让咱们老百姓说话了啊。人是正齐啊，看好人，快看这人，看，我们桃儿镇居民上镇政府去反映情况，镇政府警察还打人，警察打人，他妈四五个打一个，把孕妇给打了，看去鞍山市政府反映，被特警给打回来，去镇政府反映情况，也被特警给打了，我们现在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堵道。看着便衣们啊、哦，这些便衣们都下车搁这准备了。打起来了，完事儿，警棍都用上了啊！先让他，先两打退，两打退。只要那边动手，就还是警察。行，这团人真牛逼，特警这没有人不给加，就都不给加油喽。不卖你们水，你们走吧。咱店不欢迎这样的人，你们都不为这老百姓做主，咱还卖你什么水儿？拿着什么呢？这小子咱也不知道啊，就在这个跪地下磕头，咱不知道。大伙儿都关门了啊，都在行动。